目前呢，主要是以吃母乳为主，偶尔它会嚼一嚼那些树叶啊。每周呢会进行体重的监测。从目前来讲呢，小崽发育长得比较好。我们呢会它在那个居住的地方呢，就会专门给它做了一个泥池啊，只要呢是供它们呢在做泥浴的。特别是在下雨的时候呢，小崽会特别兴奋，跟着它妈妈呢到处跑，而且呢就喜欢在泥塘里打滚。